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用照相机把自己拍起来，就可以变成游戏的主角玩游戏的话，是不是超酷的？这款《真实战士》就是大玩这样的创意，让你不但可以变成游戏的主角，还可以到街头 PK 哦。PK 耶，谁要找我 PK 啊？快点快点！Sony 在新掌机 PlayStation Vita 上准备了丰富的游戏阵容，其中一款活用触控荧幕、AR 扩增实境、摄影等功能的恶搞型格斗游戏《真实战士》就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。玩家不仅可以把自己的影像拍下来，游戏会按照玩家的形象立刻运算，产生出 3D 人物模型来为自己的角色做设定，还可以让他们穿上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服装，并选择喜爱的战斗风格。另外，游戏结合扩增实境功能，玩家能以摄影机拍下在现实中的任何场景，挑选适合的场地来进行对战，使出各种无厘头有趣的招式，将对手打个措手不及，获得战斗的胜利。看来这款《真实战士》应该会带给玩家很多超越现实的乐趣哦。